欢迎莅临观景之外非视觉摄影在香港西九龙站展览。这个展览由香港展能艺术会策划，展示了由香港展能艺术会艺术通达计划举办的摄影工作坊的作品。承蒙港铁公司邀请，本会组织了六位视障人士在香港西九龙站进行摄影创作。每位视障人士拣选了其中四幅作品，一共24幅作品会在今次展览展出。阁下现在身处在港铁中环站港铁艺术展廊，这里分了四个展区，而你面前的展区面积约39平方米，是一个贴墙的直角三角形，展示了黄燕姿及尹国辉的作品，共七幅作品，均面向行人通道。从左至右分别是黄燕姿的作品《六力同心》、《疾驰而过》及《独具匠心》，同埋尹国辉的《光线交响曲》、《香港西九龙站轻典藏》、《边界上的海平线》及《小蜜蜂》。每张作品都摆在一个黑色 H 型展示架，在作品右边上下摆了两张说明文字，上面那张是中英文，下面那张是点字，都写上摄影师姓名、作品名称、创作概念及拍摄地点。在点字说明的右下角，则印了口述影像的二维码。